念地藏菩萨，多拜地藏王菩萨，可以消除一千劫的罪业，所以受戒功德圆满。而且早上各位有佛前食供养，甘露施食，药师烟供，供灯，哦，那边有供水，刚刚又大放生各种物命，把所有功德回向给法界众生。现在要发吐司面包给各位，各位可以夹你的头发或指甲，另外会发给各位一片纯黄金的，你可以包在外面，因为等一下我们要修施身法，就是用我们的身体来布施给众生，也还给冤亲债主，这样你就不会生病。因为我们每个人这个身体在还没有学佛的时候，都可能有造恶业、杀生、吃肉等等，所以冤亲债主就会讨报，报仇在你身体，让你不赚钱、生病、感情很痛苦。那我们学佛了，所以我要跟他忏悔，然后呢就用这个好吃的东西，又加你的头发、指甲或黄金，那我还给他，还给他，他就高兴了。那等一下全部做完，我们会收回来，放在我们要修施身法的上师面前，然后他帮你布施，布施给所有的众生，然后我们是坐在那边想就可以了。那等一下各位做好以后，我还要带各位忏悔，跪下来忏悔，那也向冤亲债主忏悔啊，然后他原谅我们，那我们又布施我们的替身给他啊，那这样呢希望我们能够改变命运，改变想法。当然做替身做越多快越好啊，因为这等于也是布施食物给鱼吃，烧掉给流浪狗吃，那我们就可以消除吃鱼啊、吃猪肉啊啊，甚至冤亲债主啊，作业多越好了。那我在这边强调各位多这样做，因为水里面有好多鱼，好多鱼，特别小鱼出来，所有出家人，你供养所有世界的出家人的功德，供养所有佛像的功德，不如一点点慈悲心，布施一点东西给可怜的动物吃，或那些孤魂野鬼，所以慈悲的力量很大。七十页，我简单解释一下，就是说这一块替身是由种种功德加持的，我们受报关斋戒做很多功德，那对于要来跟你讨命要债的冤亲债主，那我用这个做替身布施给你，希望无量劫来到今天，所有要跟你讨身体、讨生命、讨债的各种冤亲债主都能够补偿给他。第三行，一切八万种类障碍，哦，八万就代表很多很多种类的障碍，这些魔鬼让我们生病啊、死亡啊，乃至伤害众生啊、制造车祸啊、自杀、地震，这些众生啊、魔鬼，那我们跟你忏悔供养你，那希望本来你拿刀子要杀我的，我给你100万 OK OK 不要杀啊，但是你不给他钱他把你杀掉了，所以我们供养给他，那他就不杀你了，不杀你哎，还被你感动，所以修施身法，等一下阿妮要带给我们修施身法，可以转变，这个叫和平转变，本来他要杀你，放火赶紧烧掉，结果你对他很好，又给他钱，他被你感动，他也发起菩提心，所以释迦牟尼佛这样感动了很多魔鬼啊，啊，央杰摩罗这个杀人魔都被佛陀感动，皈依佛陀，护持佛陀，所以他们也发起菩提心。然后呢，我们所有的人布施的人就不会生病，没有魔鬼的障碍，大家就得到解脱。那等一下要修的施身法也叫断。断除了断，什么叫断？因为我们都很执着，生命是我的，身体是我的，
有这个我执。那等一下各位坐在那边，你要观想我的身体被切成一块一块一块，供养佛，又切成一块一块布施给魔鬼众生，那根本没有我这个身体，然后你就很容易断除我执正的空性。那这个四身法就是由达摩祖师传下来的，达摩祖师又到西藏啊，又到印度啊，又去弘法。达摩祖师他是长寿不死的，来到中国12年，又到很多地方国家去传法。达摩祖师传这个在西藏，那现在又传回来，等一下要修这个断法。所以等一下各位阿妮在唱，你可能会听到几声呸呸，然后呢这个呸就好像你把你身体分解开了啊，然后就消除我对我这个身体的执着啊，就像你把不要的东西打碎掉了一样，呸。然后呢嗡啊哄，然后就变成更多的布施啊，我布施跟10000个头10000个眼睛，我布施几百亿美金啊，无量无边嗡啊哄布施给对方。然后最后还会念嗡嘛呢呗咪吽，就是说啊，这些本来要杀死我们这些魔鬼，他们都变成慈悲心，像观音菩萨一样，因为他被我们感动了。然后念阿弥陀佛嗡阿弥陀佛瑟嗡阿弥陀佛瑟，然后这些魔鬼啊，这些会伤害众生的啊，他们都去极乐世界了啊，他们发起菩提心去极乐世界了。那为什么可以达到这个？因为你放下自己了，你把我啊完全就像说，今天有人要发动军队要杀死，然后我在他面前点火烧死，像越南有个法师为了不要战争，他自己点火烧自己身体，结果大家被他感动了啊，连敌人都被他感动了，就不发动战争了。所以我们今天修施身法也要这样想，我愿意布施我的身体，这样可以消除我的执着空性，然后我又很慈悲心的消除大家的障碍啊，啊那些魔鬼都被我感动了。那事实上这是一种空性菩提心修行的很好的方法，那各位将来也可以学，将来请阿妮来教各位啊，那你要慢慢学。等一下没有说哦，这个出家人做在家人不能做，只要你愿意发菩提心，你都可以学这个东西。那等一下我们阿妮还会吹一个声音，那是人的骨头吹出来的声音，然后也请阿妮解释一下那代表什么意思。我想这个意思我们以前吹是那些鬼通通来了，那些魔鬼来了，就是这个意思了。所以你要吹啊，所以这个人的骨头吹出来的声音，那就是说告诉他们哦，我要布施了，要布施了啊，那些吃肉的都来了啊，然后呢就招请他们来，要超度他们，是不是这个意思？招请。假设人类要吃10000头牛，那我变成10000头的牛给你吃啊，我变成10000头的羊给你们吃，但是你不要去杀那些牛跟羊。所以等一下我们念完会把各位收一收，放在外面的门口，就是把你的尸体抬到外面来，来来来来家来家啊，把你的最好的都给他了，然后呢来超度他们的意思。再来呢请受，请受就哇，请你接受我的布施啊，你们都可以成佛，希望你们心中的贪心啊、嗔恨啊、执着啊、轮回啊啊这些痛苦，甚至你想要去因为杀人啊、强奸啊、执着啊，有些人为了钱死，有些人为了爱情而死，那这些都满足他，满足了他就解脱了，他就有智慧了，他得到以后然后再跟他开示，所以祈求幻想中解脱啊，他们满足了，结果他又得到佛法加持，他就开悟了，他就不会执着这个东西。将来我会把今天这个做成录音带，以后你就坐在家里这样做好不好啊？然后做个替身，做个烟供，你又开始布施了，然后你会发觉这样一直布施一直布施，哎，你越来越有慈悲心，那个我不见了。
我值不见了。但是特别各位刚刚那个观想很重要，你会用尽脑筋去想想，想错了又想回来，睡着了又醒过来，然后你就一直想，哎，我在布施，我在布施，我要利益众生，魔鬼都变好人，他们都变去极乐世界。这个观想很重要，就会变成你心灵的习惯。那当然将来各位将来也可以像安利这样，他好像11岁就出家，然后他们就一直修修修啊，读佛学院读9年，听说还要闭关3年，然后呢现在他的师父派他出来学中文啊，然后将来要翻译佛法。那他们佛学院里面有160多个，像比他们还年轻就开始在那边出家修学。那我想难得请他们来，这次各位也可以跟他们佛学院结缘，好不好啊？他们佛学院要正在改闭关房，他们毕业以后叫闭关，那闭关就要修，什么都要修得很认真，然后背下来。那我想下回明年5月我们要办不丹团，安妮做领队，我也会参加，会去跑不一样的行程。那他们就看到每个人都会啊，在家出家都在修尸身法，特别往生，哪一天你往生，你尸体在那边还帮你动动动动，把你布施掉了，你就超度了啊。他们也是这样修尸身超度法，所以刚刚在修的时候，我们冤亲债主也得到超度啊，活的人身上冤亲债主也得到超度。那这是一个佛教的一种修慈悲心空性啊，圆满成佛的方法。然后现在发给各位3包还是2包，上供下施。那等一下各位就我们要边做烟供，可以出去投。然后我也请韩妮坐在下面，各位跟愿意跟他们佛学院结缘，好不好啊？今天也代表一个共生，他们有160多位年轻的比丘尼在那边山上精进的修行，在不丹的蓝灯湖的上面一个佛学院。然后呢，各位可以观想做供养。那我们等一下要开始做烟供，那各位可以站起来往那边自己外面投。来，我们先把施身法回向一下，等一下来。施身功德殊胜行，舍身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成你诸众生，普愿成你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回向所有消灾排位，回向所有消灾，家中父母，家中父母，六亲眷属，六亲眷属，一切病苦者，一切病苦者，消灾延寿，消灾延寿，长寿无病，长寿无病，冤亲债主得超度，冤亲债主得超度，皆共成佛道，皆共成佛道。回向所有往生牌位，回向所有往生牌位，三途苦众生，三途苦众生，历代祖先，历代祖先，流产胎儿，流产胎儿，冤亲债主，冤亲债主，同享功德，同享功德，罪障消除，罪障消除，永离三途，永离三途，往生净土，往生净土。Om Ami Deva 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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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Ami Deva Sa。Om Ami Deva Sa。下回如果有我这几天有时间，如果你家里有老人呢、啊，生病了最好，然后呢找个地方请他们坐好就好了，舒服的，那他们负责修法，这样这是很好的方法啊。他们就我们在台湾还拿床给他们睡，我给你困困困，那就给他们修法超度，这是很好的方法。下回如果你有女儿要出家，可以找安妮，他们不单很快乐，像旁边这位是在法国留学读电影的，他也要出家，
头发就越来越少了。嗯，出家很快乐了，因为可以利益众生嘛。啊，那各位，你现在要供养他们佛学院的，可以顺便供养。供养完，你就走到门口，一包红色的供养三宝，一包黄色的布施孤魂野鬼六道啊。如果还有药，也顺便布施。你不用念也没关系，供养上供完以后去外面再回来念。啊，等一下，我也要请安妮帮我们修修他们的不烟供仪轨。然后我们湛严法师也正在往生牌位那边，他已经念了将近5000部地藏经了，所以请他替我们往生者送，可能要念个3部地藏经，好不好啊？还有地藏仪轨、地藏佛号。我们尽量用各种方法来超度、来慈悲。如果你要帮助他们盖闭关房，写上你名字，闭关房里面住2个闭关，3年3个月，5000块美金盖一间，哇，将来就换你去闭关，你才跟中心联络，非常好。然后各位要顺便到前面拿一盘菜，你来了顺便拿去外面布施一盘菜啊。那你供养的时候或供养完以后，你要发愿哦，供养出家人整个佛学院啊，给爸爸给妈妈，希望你将来也发菩提心啊，来世也能够出家发菩提心。你发什么愿都可以，这样可以得到决定的果报，就是你发的愿都能满愿。因为我们供养出境整个清净的僧团出家人，他们佛学院这是个很好的供养。念一下，供养所有参加人等，之往生父母，往生父母，历代祖先，历代祖先，七世父母，七世父母，累劫父母，累劫父母，累劫冤亲债主，累劫冤亲债主，所有流产胎儿，所有流产胎儿，所杀所吃，所杀所吃，动物亡灵，动物亡灵，附着身上，附着身上，造成病苦，造成病苦，各种债主，各种债主，现场所写，现场所写，往生牌位，往生牌位，及消灾牌位，及消灾牌位，指冤亲债主，指冤亲债主，法会内外，法会内外，雅加达，雅加达，印尼地区，印尼地区，世界各地，世界各地，各种众生亡魂，各种众生同享功德，同享功德。祝道文，此具五妙玉烟供，十香天王乍度冈，紧那罗王与眷属，五紧十香王与众，尤其尽所有众生，以弃前生未投胎，处于中阴过度中，居于苦恼一切众，愿得妙喻圆满供，中阴如是当认知，由恐惧痛苦解脱，佛陀圆满报用身，愿速现证正觉位，众无此力依事行，一舍无暇身善去，无上正法愿行持。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南无波揭法帝毗沙奢俱卢毗琉璃波罗波诃那奢耶那那揭多耶阿那吽帝三藐三菩提耶那揭他唵毗沙奢毗沙奢毗沙奢三摩揭谛娑诃南无波揭法帝毗沙奢俱卢毗琉璃波罗波诃那奢耶那那揭多耶阿那吽帝三藐三菩提耶那揭他唵毗沙奢毗沙奢毗沙奢三摩揭谛娑诃南无波揭法帝毗沙奢俱卢毗琉璃波罗波诃那奢耶那那揭多耶阿难吽帝三藐三菩提，当知他唵毗沙奢毗沙奢毗沙奢三摩揭谛娑诃。76页，愿以所修诸功德，悉皆供养三宝尊，愿佛圣法普昌隆，功德回向诸众生。冤亲尽赎恩仇等，永离四苦三毒害，解脱生死轮回海，得证佛果不退转，
愿以所修诸功德悉皆供养三宝尊，愿佛圣法普昌隆，功德回向诸众生，愿亲近属恩仇等，永离四苦三毒害，解脱生死轮回海，得证佛果不退转。愿以所修诸功德悉皆供养三宝尊，愿佛圣法普昌隆，功德回向诸众生，愿亲近属恩仇等，永离四苦三毒害，解脱生死轮回海，得证佛果不退转。好，也请阿弥修烟供仪轨。那各位，这个时候你可以走一走，或者去牌位那边自己再去招请回向啊，消灾的、把度的，还是外面去做烟供都可以啊。但是保持慈悲的观想，充满甘露，众生离苦，往生净土啊。生命电视台的存在，代表佛陀的教法及慈悲，让大众能够感受到。感谢各位收看生命电视台，也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海涛法师弘法行程，1月21号星期日上午8:30，台中五方讲堂传授菩萨戒法会，联络电话04-2238-9987。1月22号星期一上午10:30，台中泰安慈悲精舍佛像开光、点灯、护生、殊时响宴、药供及慈悲超度法会，联络电话0961107385。1月24号礼拜三，释迦牟尼佛圣道日，发宝节，念药师琉璃光如来，持斋度罪30劫，上午9点，台中五峰讲堂。欢迎大家做阵来吃腊八粥甲圆仔，联络电话0-2238-9987。1月25号星期四，药师如来殊胜功德日，善行与恶行乘1000倍。上午8:30，彰化园林国小八关斋戒、护生、点灯、药供及甘露施食法会，联络电话。04-837-8206，04-726-5266。1月26号星期五，贤劫千佛殊胜功德日，善行与恶行乘10万倍。上午10点，云林观音讲堂岁末药师祈福法会，点万灯、供万水、护生、药供、殊时响宴、祭慈悲施食法会，联络电话。05-633-1565。1月27号星期六上午8:30，台南东光国小八关斋戒、护生、供万灯、供万水暨甘露施食法会，联络电话06-213-1112，06-258-9177，07-607-3377。1月28号星期日上午10:30，高雄和春技术学院大发校区篮球场南区联合举办岁末感恩护生、点万灯、供万水、药供及甘露施食法会，联络电话07-556-9911，07-722-1749，07-221-2323。
月三十号星期二，念贤节千佛，持斋除罪一千节，下午两点，屏东恒春朝音寺点万灯供万水，要供祭慈悲超度法会。联络电话：088895787，0755569911。一月三十一号星期三，念阿弥陀佛，持斋除罪两百节，阿弥陀佛殊胜功德日，善行与恶行成一千万倍。月全食，善行与恶行成七千万倍。上午八点半，屏东恒春五公寺八关斋戒，护生点万灯供万水，要供即慈悲施食法会。联络电话：088895787。二月一号星期四，尾牙酬谢福德正神，月全食，善行与恶行成七千万倍。下午三点及晚上七点，屏东艺术馆慈悲讲座。联络电话：0875160018。二月三号星期六，念观世音菩萨、地藏菩萨，持斋除罪九十节，龙清八尊者圆寂日，观世音菩萨殊胜功德日，善行与恶行成一百万倍。上午八点半，福成高中活动中心八关斋戒，护生点万灯供万水，要供即甘露施食法会。联络电话：0755569911。二月四号星期日上午十点半，台南麻豆护生园岁末祈福感恩，点万灯供万水，即慈悲施食法会。联络电话：0657191119，0621311112。二月六号星期二，地藏菩萨殊胜功德日，善行与恶行成一亿倍。上午十点半，嘉义慈悲湖点灯祈福慈悲感恩法会，点万灯供万水，护生即慈悲施食。联络电话：0522255888，0521667000。敬邀十方大德踊跃前往参加，阿弥陀佛。生命点是屏东菩提道场举办慈悲讲座，恭请海涛法师主讲。日期：二月一号星期四，下午三点至五点半，晚上七点至九点半。当日可办理皈依，晚上有供应药食。地点：屏东市中正艺术馆，地址：屏东市和平路427号。联络电话：0875160018，0875160018。生命点是高雄慈悲道场举办八关斋戒，护生点万灯供万水，要供即甘露施食法会，恭请海涛法师主法。日期：二月三号星期六上午八点半，地点：高雄福成高中活动中心，地址：高雄市凤山区五甲三路176号。联络电话：高雄慈悲道场0755569911，高雄灵雅中心077221749，高雄凤山中心0771035222，高雄右昌中心0736543639，高雄生命书房0722123233，高雄翁源流通处0778311120。孩子的心灵宛若洁白的画布，如常接触不良的电视和电玩，就像涂抹灰黑暗淡的色彩，容易迷惑他们的心和眼。请鼓励孩子收看生命电视台，让最慈悲的开示，让大智慧的法语，让具教化的节目沉浸孩子的身口意，令孩子的成长之路有佛、有菩萨、有善知识
常向左右处处关照。